册会员。茄子又称茄，别称洛苏，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，也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家常蔬菜。茄子的吃法荤素皆宜，既可炒、烧、蒸、煮，也可油炸、凉拌、做汤。吃茄子最好不要去皮，因为茄子皮里面含有维生素 B， 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是一对好搭档。维生素 C 的代谢过程中需要维生素 B 的支持，带皮吃茄子有助于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。与苦瓜同时，苦瓜有解除疲劳、清新明目、益气壮阳、延缓衰老作用，而茄子具有去痛活血、清热消肿、解痛利尿及防止血管破裂、平血压、止咳血等功效，二者搭配食用是心血管病人的理想菜。防紫癜与肉同时可补血、稳定血压，还可预防紫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